平安，感谢主，带领我们平安的脚步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王，请大家起立，用心来唱赞美诗歌第384首，求主扶持。Thank you.
亲爱的主，阿爸父，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专心一生跟随你。把我们来到主家中的每个人都交托在你大能的手中，全能神在每个人身上做一切美善的工。求主让属灵的生命长存在我们心里，长存在我们生命里。主啊，求主借于传道的口来讲你的话语。主，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。阿门。请坐。下面请坐。下面是侍奉时间，请施献的姊妹。三颂。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聚集我们在你圣宝座前，我们要向你求怜悯求恩惠，也要献上我们感恩的标记。主啊，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得到你该得的荣耀与赞美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垂听我们每个人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这时候也特别求你怜悯，求你医治我们，特别把卢比姐妹交在你手中，把朱迪姐妹，把 Christina 姐妹还有亨姐妹都交在你手中。求你除去他们身体上的软弱，医治他们的疾病，除去他们的疼痛。主啊，我们也感谢你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弃我们。主啊，不管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，主啊，求你都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时候也特别将Harry、Emily 一家都交你手中，也求你安慰他们。主啊，特别他们的亲人最近去世，主啊，也求你让他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安慰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与遗传道同在，求你使用他向我们每个人说话，也让我们每个人不仅听你的话，而且愿意顺服你的话。我们这时候纪念主耶稣在地上教导他的门徒这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一切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下面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语，《列王记下》五章20-27节，请。神人与地上的仆人基哈基心里说：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挟。于是基哈基追赶乃曼，乃曼看见有人追赶，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：都平安吗？说都平安。
我主人打发我来说，刚才有两个寨的人是先知门徒，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，请你赐给他们他连的银子两套衣裳。乃曼说，请受二他连的，再三的请受，便将二他连的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，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，到了山岗，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，放在屋里，打发他们回去。基哈西进去，站在他主人面前，以利沙问他说：“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”回答说：“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”以利沙对他说：“那你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，我的妻岂没有去呢？这岂是受银子、衣裳、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奴婢的时候呢？因此，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我和你的口，直到五月，加西从伊莎面前退出去，就长了大麻风，像雪那样白。”下面有请于传道我们正道，题目是《我的心岂没有去呢》。弟兄姐妹平安，平安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又一次把我们平安地聚集在你的殿中。主啊，请你再次洁净我们的心，亲自向我们说话，让我们不但听到，而且行道，也让你这属天的话语可以陶造，再次让我们的生命受到警醒。也愿我们借着今天你的话语，不但得到医治，而且让我们全人更加洁净，为你所用，成为你圣洁荣耀的器皿。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你的众儿女同在，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关于基哈西这个人物，其实牧师已经跟我们讲解过了，里面还有一些剩余的亮光，我准备跟弟兄姐妹再来分享一下。基哈西是什么人啊？他是先知以利沙的仆人，也可以说是神仆人的仆人。他的身份和地位就像一个学生，学生跟着老师，就像当初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一样，老师走到哪里，学生就跟到哪里。这就是一个门徒训练的过程。想要升高，就必须先学会降卑，先学会服侍神，服侍人。我们昨天有一个活动，就是祷告站，在法拉盛的街头，传扬福音。那么今年呢，本来是安排了很多教会一同来进行这样的工作，非常的荣耀神。可是我得到一个什么消息呢？很多教会的同工应该来的时候，结果牧师说叫不来他们。所以这里也给我们一个警醒，我们想要做神的仆人，必须要学会功课，必须要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，必须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，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仆人，也是一个合格教会的同工。你知道地方教会啊，就是 local church， 他们在选同工的时候有一个原则，是谁定下来的呢？尼托生弟兄，这个 Watchman Nee， 他所定下来的一个什么原则呢？就是留意观察哪些人在教会里愿意主动去做那些降卑的工作，比如去搬桌椅、打扫卫生、帮忙招待这样的工作。他们先去留意观察，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弟兄姐妹愿意主动来做，这样的人就优先考虑成为教会的同工。那你可能会说啊，教会找的是同工，不是清洁工。没错，但是从这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命，他愿意做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，证明他里面的生命是对的，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服侍人的。所以做仆人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必须要学会的功课。我们知道当以利亚升天之后，
伊丽莎就成了最重要的先知。那么同样基哈西作为仆人，他有很多机会在旁边看着，在旁边学习。当伊丽莎在行神迹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基哈西也常常参与到其中。比如有一次让这个书念的妇人他的孩子从死里复活，就是基哈西拿着伊丽莎的杖放在这个死去孩子的脸上。所以你看到基哈西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成为伊丽莎的接班人，他很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伟大的先知。不过很可惜，在钱财的事情上他跌倒了，这也让他失去了这个宝贵的神仆人的身份。相比之下，那个小女子和乃曼他们从来没有跟随伊丽莎哪怕一天。所以你就明白，真正的信心不在于你来教会多久，不在于你听了多少遍的道，而是你能不能胜过你里面的自己，能不能胜过你各样的欲望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，从基哈西的身上可以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。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，基哈西是不是一开始就这么贪婪？其实并不是这样，否则伊丽莎也不会带着他成为门徒。那他的贪婪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因为他没有胜过每一次环境当中的试炼。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罪性，如果没有胜过这个罪性，在环境的引诱下就会生出罪来，就会结果子。我举一个例子，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，在十多年前韩国有一个总统自杀了，从这个山上跳下来摔死了。他为什么要自杀呢？因为他涉嫌接受了巨额的这个贿赂，他被迫接受调查。可是他在当总统之前是出了名的清官，非常的清廉，很干净。那他为什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呢？那不信主的人就说了，人都是会变的，从好人变成了坏人。但我们知道，其实这都是罪性造成的，包括我们旧的那些过去的价值观，还有我们效仿这个世界各样的风俗潮流。另外呢，仇敌魔鬼也会在我们心里撒下一些种子，一些坏的种子。这一切都能挑起我们的私欲，让我们去爱世界，不爱真理。人里面的私欲一旦受到这个外界的引诱，圣经说就会怀胎。如果不再控制，那就会变成罪行，产生行动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人的罪是会生小孩的。实际上我们一点都不比那个韩国总统更好，只是没有遇到同样的机会。那你会问啊，这个仆人基哈西他里面的私欲是什么？透过今天的经文就能看出来，他贪爱世俗的财物，这个成为他灵命上的破口。那你看贪财的人那么多，为什么他受到的管教这么厉害呢？因为他是神的仆人。这背后有一个很严重的原因，那就是基哈西在服侍神的同时，他没有放下个人的私欲，他不愿意跟他的老师一样，做一个贫穷的传道人。你去读前面的故事就知道，伊丽莎跟当时的百姓一起经历过很大的饥荒，就连他自己也要受别人的供养才能生活。那么基哈西不想过这样的日子，他想要有自己的产业，而且他看重钱财要过于看重服侍神，他看重地上的保障要过于天上永恒的保障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你今天的属灵光景？
圣经说财宝在哪里，人的心就在哪里。如果你的心还在世界里头，你就不可能全心全意来服侍主，你也不可能全心投入来参加教会的每一次活动。那这样的人很可惜没办法成为主耶稣的门徒。你知道吗，在新约圣经里啊，有一个人非常像这里的基哈西。是谁呢？那就是卖主的犹大。我们相信他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坏的。其实犹大跟别的门徒一样，他也认识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而且他也有自己的才干，就是管理钱财，不然耶稣不会安排他来掌管财务，对不对？一定是信任他才让他这么做。所以犹大相信主跟从主，这些都是真的，我们不要怀疑他起初的这个热心。但是很可惜，犹大在恩典当中堕落了，也把他宝贵的这个使徒的职分给丢弃了。那么为什么基哈西跟犹大他们全都把自己尊贵的身份给丢掉了呢？从他们两个人的故事当中，你会看到一些同样的原因。表面上他们都是贪财，但更严重的是他们里面的生命出了问题，他们侍奉神的动机出了问题。看起来犹大只是为了30块钱啊出卖了耶稣，但背后的原因真的这么简单吗？我们说过，犹大跟随耶稣的心是真的，但后来他对耶稣感到失望也是真的。为什么会失望？因为他心中的弥赛亚是一个可以推翻罗马政府的弥赛亚，是一个让所有人、所有跟从他的人都能过上好日子的弥赛亚。然后犹大就可以在基督的国里啊谋个一官半职，有一定的权力，这是他想要的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主耶稣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，没有走世界的路，这是犹大不能接受的。但如果犹大也走这条路，那他原来成功的梦想就破灭了。所以他对跟随耶稣感到非常失望。犹大感到失望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玛利亚献香膏的时候，我们都读过这段经文，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玛利亚把一瓶这个玉瓶很珍贵的这个真纳达香膏打碎打破，用来膏抹耶稣。然后犹大就说了，何必这么浪费呢？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来周济穷人呢？其实犹大不是关心穷人，而是关心那30两银子。在他眼中，这笔钱可以拿来投资，可以赚更多的钱，有了钱大家的生活就能更好一点，有了钱我们就有力量发动革命，有一天推翻罗马政权。可是主耶稣却打消了他的热心，没有给他机会来大显身手。那这让犹大非常的委屈，也不理解，觉得耶稣浪费了上好的机会，浪费了我这个人才。于是他就开始远离耶稣，结果呢越走越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看到问题出在哪里没有？犹大把属世的观念带进了属神的国度，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同样的问题？很多人觉得我们应该有大的会堂，我们有多多的人，多多的奉献，这就意味着我们是一所成功的教会。很多人在教会里服侍啊，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这样做真的非常危险。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，在香港有一家很有钱很有钱的教会，其中的一个负责人
管理钱财的负责人，他用教会的钱来投资房地产。我们知道过去十几年里头炒这个房地产是非常赚钱的，那他有没有成功呢？他用这个办法帮助教会投资了很多的房产，那结果这个教会也变得越来越有钱。可是后来因为金融风暴，这个房地产的泡沫破裂，所有的投资全都失利了，这个教会最终呢面临破产。很奇怪吧，我们很少听到教会居然还有破产的事情。结果这个负责人也要被迫下台。那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很多时候啊，服侍神跟满足自己的私欲、满足自己的野心之间只有一念之差，从表面上是很难看得出来的。就像刚才这个破产了教会的负责人，他可以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神做的，他也没有把这个一块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头。但问题是，他用属世的方法去做属灵的事情，那证明背后有他个人的野心和私心在里头。他不是为了神，而是为了自己要做一番大事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你究竟为了什么来教会服侍神？你可能会说啊，我没有像基哈西和犹大那样啊贪图钱财。但是请问你有没有贪图过好的名声、好的地位？有没有贪图过教会给你带来的好处？有没有贪图个人的成功，在教会里好好表现？你知道这一切都能玷污我们侍奉神的工作，让它变得不再纯净。这一切就算别人看不出来，但我们骗不了神。你知道很多人往教会里面带人，我指的是法拉盛那边，你知道他们真的是为了传福音吗？真的是为了荣耀神吗？所以我们说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所以我们也看到基哈西跟他的老师以利沙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，完全的相反。怎么看出来的？列王记下5:16-20，我们读这两处经文好不好？起。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不受。基哈西怎么说？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我必跑去追上他，向他要钱。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。你看他们都说了同样的一句话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截然相反。以利沙呢是绝不收钱，另一个基哈西坚决要收钱。你看他们两个人都奉耶和华的名，都有很强烈的决心。我们说有决心是好的，可关键是你用在什么地方。以利沙决心服侍神，这是他的决心，而基哈西呢决心要得到他想要的东西，钱财。你看到这个强烈的对比没有？所以这也决定了他们两个人走不一样的道路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要好好反省一下我们服侍神的动机。你是决心跟从主，还是决心走世界的道路？那什么才是服侍神的真正动机呢？不是因为你对教会有责任，也不是因为你对弟兄姐妹有责任，乃是单单出于你对这位神的感恩。神拯救了我，我甘心乐意来服侍他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不带着感恩的心来侍奉，你一定没有喜乐，你很可能会因为跟教会的人产生矛盾而离开，你也很可能因为对教会感到失望而离开。
所以求主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真正侍奉的对象是谁，我们真正感恩的对象是谁，这也是决定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神的仆人这样的前提。可是在这里基哈西有一点想不通，为什么伊丽莎本该得到报酬他却不肯接受，很可能这也是我们想不通的。很多时候牧师传道人在教会里帮了人家的忙，有人会主动送上一些这个礼品甚至红包，但我们坚决不受。为什么？是不是让我们自己看起来显得很清高很伟大？你读到前面四章，今天是第五章，你读到前面第四章就知道，伊丽莎其实接受过别人的馈赠，她接受那个书念妇人的供养，在她家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那为什么伊丽莎不肯接受乃曼的礼物呢？我们解释过，因为乃曼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外邦人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刚刚接受福音的这样一个弟兄姐妹。伊丽莎不想让乃曼误解一件事，就是可以用钱财来交换神的恩典。同样在新约里头我们也读到，保罗接受腓立比教会的捐献，却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好处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哥林多信徒的灵命比较幼小，很容易跌倒，保罗不想让自己的合法权利成为他们的绊脚石。那么出于爱对方的缘故，保罗宁愿放弃这个权利，自己去做工，亲手支帐篷来供养自己和他福音团队的需要。那同样伊丽莎所做的这一切也是出于对乃曼的爱，给他一个正确的信仰根基。那么相比之下，你看基哈西的生命里就缺少神的爱，怎么看出来的？你看二十节，我们一同来读。其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。这里特别强调亚兰人，基哈西称呼乃曼还是亚兰人乃曼。为什么故意强调是亚兰人啊？因为他们是仇敌的关系，说明他还是想把自己跟这个乃曼分别出来。那假如在教会里啊，我们都已经是弟兄姐妹，我说这个是香港人，那个是台湾人，还有菲律宾人、新加坡人等等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这样就失去了在基督里彼此合一的感觉。看到没有，这就是基哈西的问题，他没有用神的爱去爱这个乃曼，那也就更不可能关心对方的灵命成长。所以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伊丽莎拒绝乃曼的礼物。还有一开始我们说过，人的罪是可以生小孩的，基哈西里面的贪心让他生出了什么？欺骗。他撒了一个谎到乃曼面前去索要钱财，结果他果然骗到了钱财。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人知道。可是在25节，伊丽莎问他说，基哈西你从哪里来？这句话我们注意看，非常像创世纪里面神向亚当问的一句话，你在哪里？当时亚当因为犯罪躲起来了，然后神向他发出问题，他跟夏娃一起躲起来，神向那人说，你在哪里？那请问啊，难道神不知道他们两个人躲在哪里吗？神一定知道，那为什么还要问你在哪里呢？神乃是要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反省和主动悔改的机会。你们要仔细思考，你们已经从恩典的位置上堕落了，你们下一步应当如何行，应该怎样做？同样伊丽莎问基哈西，你从哪里来？
也是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，看他愿不愿意说实话。没想到啊，基哈西还是欺骗，刚刚骗过了奶奶，现在又骗自己的老师。他怎么说？仆人没有往哪里去。那这个时候，伊丽莎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26节。七，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标题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伊丽莎在后面悄悄地跟踪他，跟踪基哈西，看见他做了什么？没有，不是这样。这句话乃是从神的角度说的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，所以你做什么事情神都知道。伊丽莎是神的仆人，他身上有神的恩典，有圣灵的同在，所以基哈西所做的事情瞒不过伊丽莎的眼睛。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我们看到这两个人是合一的，合而为一。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传福音是两两出去的，给乃曼传福音这件事情有伊丽莎，其实也有基哈西的工作，但问题是基哈西起到了一个拆台和破坏的作用。明明伊丽莎已经把真正的福音传给了乃曼，凭着信心就可以得救，而基哈西却把这一切给拆毁了。就好像我跟牧师配搭，给一个人传福音让他得救，那个人送礼物给牧师，牧师不接受，但是过了几天我去敲那个人的门，说你还是给一些吧。所以那个人所领受到的这个信仰，一定是我可以用钱来换教会的好处，我可以用钱来换你们的帮助。那你想一想，他还会回到教会吗？他认为人才都已经两清了，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我不会再信靠这位神。所以你知道，这就是基哈西所犯的错误。但是这个神的这句话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，也是今天对你对我的一个警醒。不要以为我们做什么事情神不知道，我们有什么样的心思意念神不知道。假如说今天当你正在远离神的时候，当你正在放纵，正在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，当你做你不该做的事情的时候，当你去你不该去的地方的时候，神都会对你说，我的心岂没有去呢？不要忘了，我们活在新约当中，圣灵是与我们同在的。如果我们一再抗拒圣灵的感动，如果我们一再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基哈西的灾祸也会同样临到我们身上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警告。我们一同来读这个5章26节。七，这岂是受银子、衣裳、买橄榄园、葡萄园、牛羊、仆婢的时候呢？同样，这是伊丽莎对仆人基哈西说的话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伊丽莎很清楚，基哈西早就想要给自己置办很大的一笔家产，这是他这个服侍神的动机，他想要开拓自己的事业，满足自己肉身的需要。那服侍神只是一个跳板，一个工具，为了实现他的野心。任何神的仆人如果有这样的心思，那他就有祸了。在这个耶利米书当中，同样先知耶利米也对他的助手巴录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。我们一同来读耶利米书45章5节。七，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？不要图谋，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。但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使你自己的命为留。这是耶和华说的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么今天多少人相信这个我信主只是一个口号，实际上他们服侍的还是他自己。来到教会敬拜赞美都是一个形式而已。那么这些人就成了教会里的基哈西，他们为自己图谋大事。
你说不认识神的人有这样的想法很正常，就像很多人来到美国都带着一个美国梦，那这个梦里有什么？赚钱养家，买房子买车子，找到更好的工作，给儿女有更好的教育等等等等，这是他们的这个 American Dream。 可问题是什么？多少人信主之后还是紧紧地抓住他们的美国梦不放，更严重的是利用教会来帮助他们完成美国梦。那请原谅我这样说，这些人所走的就是基哈西和犹大的路。所以不管他们怎么在教会里殷勤的服侍，他们的心永远不属于这位神，因为他们信主的目的和动机都不对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当你认识神之后，你愿不愿意活出一个人生的转变，一个彻底的转变？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 American Dream 变成 The Heaven Kingdom Dream， 把你的美国梦变成天国梦，为了你永恒的生命来积累产业？如果明白了这一点，你就不会纠结说我服侍神，我在教会又损失了多少，我又少赚了多少，我又少加了几个钟头的班，我又少拿了多少的这个 overtime， 这个 pay。因为地上这一切永远不会成为你跟从主的残累。所以基哈西的结局啊，对于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一个大大的警告，警告我们神的管教和审判很可能会快快来到。而且你看到神家里的人所受的管教往往比那些不信主的人更加严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明明认识神，却把神当作可欺骗的。你明明知道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，那你却偏要把这位主和世界都抓在手里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，我们一同来读：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看到没有，基哈西就是这样的例子。虽然最后他追上了财物，得到了他想要的，可是他也被自己的罪给追上了。乃曼的大麻风从此就转移到他的身上，他所爱的钱财给他带来的是什么？无尽的痛苦。同样啊，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向神求，求什么？求基哈西的这些东西，求一些世俗的好处。可是你发现没有，有一些时候神居然会答应。我听过这样的见证，求好处神居然答应了。你千万不要高兴得太早，说我的梦想实现了。千万要记得，神垂听祷告不见得都是好事情。神会让你追上你想要的，同时也让你受到更大的，因为我经历过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，你越是喜欢什么就越在什么上头跌倒。所以在服侍主的这条路上，一定要学会对世界的诱惑说不，说 no。 这也就是保罗所说的，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，其他的全都看作什么？粪土。如果我们做不到一心一意来服侍神，那还不如不要做，还不如先来学功课。神的仆人从来都不会说我想要怎样怎样，而是说神喜悦我怎样我就怎样。当然了，头一个要学功课的就是我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靠着主来好好反省我们的灵命，靠着主除去我们里面的各种私心杂念。盼望透过圣经的例子，我们都能常常来洁净自己，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的器皿，也能早日实现我们的天国梦。求主帮助我们，阿们。我们来唱回应诗，洁净我，请起立。
谢主，请坐。感谢神，感谢余传道带来的主日信息。首先，请问有没有新来的朋友、家人？没有。下来是家事分享，欢迎您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，后有爱宴，请您一起分享神的真理和慈爱。请为今天午饭后的执事会议祷告，有请牧师为我们祝福。大家请起立。先请坐。刚才余传道讲到说，有时候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好事。OK， 因为有我们知道，如果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，神听我们祷告，这很好。但有时候呢，你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，那你向神求，那神也听了，但是不一定是好事。比如说像这个卖主的犹大，他已经心定义要卖主，那主呢跟他说，你要办的事情你就去吧，好像说主允许他这样做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在圣经里头，罗马书第一章那里头说，他们如果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。这个任凭呢，在英文里头说 give them up， 神不管他们了。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！神不再拦阻你，你要干坏事，你去去吧。那去后面加一个什么？就去死吧的意思。所以不是说这个只要神听我，我知道这个不对，然后神好像让你去，但是你最后呢，这个后果你自己要承担。就像这个基哈西，神完完全全可以去拦阻他，但是他要做，你要去做，就让他追上了这个乃曼，而且他要的东西全部都拿到了。那拿到最后怎么样呢？是一个灾难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知道神的旨意，然后去求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意思啊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神来祝福我。神如果任凭你，这个是最大最大的，就是放弃你，你最后的结果就是你自己去承担，你去死吧。给我去！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人都能够记住这件事情啊，请起立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感谢赞美你，借着你的仆人，将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，也让我们能够从基哈西的身上得到提醒，得到警告。求你让我们不要做一些我明知是错的而故意要去做的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行在讨蒙你喜悦的事情上，使我们凡事都能够尊主为大，凡事都尊着主的旨意去行事为人。主啊，我感谢你为我们赐下了属灵的食物，也感谢你接近了我们要享用的肉身的食物。求你让我们在饭桌有美好的交通，等一下个人要回家，也求你给我们有平安的角度。今天的执事会也求你带领我们，这时候求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父神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我们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莫岛散会。请坐。请坐。